大家好，我不是要跟你们决斗，你离我那么远干什么？长太帅了，来站过来，站过来。哎，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雨，今天来这儿呢是为了跟我一直想了6年吧的女孩告白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志明，是一名大三的学生。 我呢是等了一个姑娘6年，也是被她而来的。你们是同时看上这个女孩的吗？差不多，同一年高一。这女孩叫什么名字？小静。你们俩长得这么不一样，没想到口味这么相同。这女孩真的很优秀。你们俩本来就是好哥们儿。对。那么是谁先喜欢的呢？真说不清，因为我之前跟她说过，说我喜欢小静了。我觉得她应该作为好兄弟会祝福我吧。 你不用帮我什么，祝福就够了。但是他呀，他偷偷的给小静送东西，还接小静上下学。哎，这很阴哎，不是把我墙角，不是这很阴哎。我没有偷偷对他好，一直对他挺好的。打架也是因为这件事，所以说。